一场盛大的贵族婚礼是怎样的？奢华的婚礼蛋糕，美味的精致甜点和动听的交响音乐，经历了如此美妙的婚礼，新娘当晚却要独守空房。I requested a separate room. Yes. 尴尬的二人无言以对，一个转身上楼，一个关起房门。房间内的达芙妮坐立难安，她接受不了新婚初夜如此度过。回想婚礼现场，巴斯特有意躲闪自己，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而另一边的巴斯特也同样的焦虑不安，坐不住的达芙妮转身推开房门，开门时却看见前来的巴斯特。达芙妮终于爆发，试问为什么你一直躲闪着我？是否厌恶我的主动？ You are mistaken. Said all but a few words to me. In order to keep myself from saying the wrong thing. 巴斯特同样苦恼，因为他不能给达芙妮一个完美的婚姻和一个做母亲的资格。Everything I told the queen was true.I cannot stop thinking of you. From the mornings you ease, to the evenings you quiet, to the dreams you inhabit. 敞开心扉的二人相拥在一起，度过一个属于彼此的新婚之夜。和好如初的二人前往巴斯特的城堡，城堡外仆人整齐列队欢迎公爵夫人。达芙妮在仆人的搀扶下走出马车，公爵牵起她的手，缓缓走进城堡。眼看眼前富丽堂皇的城堡，他有些不敢相信。此时兴奋的巴斯特抱起达芙妮，直奔二人的卧室。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终于要开始了。